念相忘》是一部由张浩晨监制，刘浩存、宋威龙领衔主演的校园爱情电影。转校生许念念与少年杨毅因误会结下梁子，水火不容的两人展开一系列比拼。明快飒爽的少女与中二臭屁的少年一同经历了许多青春趣事，本以为是好胜心作祟，却不知不觉萌发了情愫。原来年少的喜欢总是掩藏在找茬的话语和不服输的劲头里，两人一起度过了热血又难忘的高中时光，却因故擦身而过。念念不忘的他们能否勇敢一场，排除万难直面内心的喜欢。电影中通过许念念和杨毅的故事，向观众展现了青春时期的友情、爱情和成长。在这个充满张力的故事中，观众可以看到角色们如何面对挑战、追求梦想，以及他们之间的情感纠葛。念念相忘用真实细腻的手法展现了一段青春回忆，让观众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光。让我们一起期待《念念相忘》这部电影的上映吧，让我们一起回忆起那段充满挑战和梦想的时光，感受那份青春的美好和遗憾。杜家，人人可用的 AI 创作工具。